是？奶奶。嗯。就是，你看这个。玩儿来着，你看见这太阳的这木须多少色？对呀，这还有油彩画。嗯。哎呀，这是汗花画。汗花。对，那个草名字叫个汗花。就是野草。野草草画。晴朗朗，白云飘，飞起小树吧。花儿开，鸟儿叫，太阳公公笑。请刷牙，请洗澡，我是好宝宝。爱妈妈，爱爸爸，我要快快长大。那个那个好吃，来。给里面放一点点芥面，轻轻烫一下就行，老吃了。掂量后呢，水捏一下，切碎。给里面放些巧克力面，盐，打个鸡蛋，搅拌均匀，搅拌均匀后给里面加少量的面粉。给手上抹一点油，用手挽一下，然后把大拇指放在下面，就是这个样子。过气然后烧十分钟，给水泥里面倒些醋、酱油，再加点凉开水，再来些油泼辣子。戒指都做好的，老于，来赶紧吃。香很，你光不说香很，光是口味。这个木须菜吃个香。你家辣你光吃，咱俩干吃。你说我不吃，我看你吃。啊，香。嘿嘿嘿嘿。